可能很多人会烤肉聚会，而在南投指南宫这边，他们要办一个很不一样的中秋活动，在中秋夜，他们要办这个把杯比赛，第一名可以独得1两5千的金鸡。金光闪闪的一对金鸡，价值10万元。中秋节当天，它就是指南宫的超级大奖，把杯比赛冠军就能把金鸡带回家。1两多10万嘛，对啊，这还蛮幸运的。如果有的话，那10万块的金鸡就带回家。10万元的金鸡只有一个人能获得，没关系，还有2000颗金鸡蛋，里面也都有惊喜。9月10号那一天晚上来救济啊，我就送奖金给人。那这个金鸡蛋那边有2000块、1000块、600块、200块、100块不等，哦，的绝对都有钱。因为我们平常到上班都上早上啊，晚上来比较方便啊，插在这边而已啊。每年借出3亿元现金的指南宫，9月10号开始会开放夜间借钱到晚上9点，估计借出的金额可望冲破1年4亿元。